接下来请收看善知识法语。下面咱照按录集所讲的，先来了解三种违反菩提心的情形。这三种违反菩提心的情形，咱都要了解，而且记清楚，随时做检讨。第一种的违反，就是咱的心去贪着家己的身躯。一旦有这种的贪着，就是违反了菩提心。这是违反了菩提心的智慧本。因为无智慧，才会认为讲这个身躯是我的，才会一直去追求这个身躯的享受快乐。贪食好的，贪穿水的，贪用好物，贪住好处，贪打扮较水。热天时贪凉行热，寒天阁贪烧行寒，贪安乐行辛苦，贪求身躯种种快活的感受。无去了解这个身体是无常幻化，是照用的，照咱修行用的，这就是无智慧。无智慧就违反菩提心的大智慧啊！前面有讲过，菩提心是智慧、慈悲、愿力的结合。因为无智慧，则错误的贪求，当然就是违反菩提心。咱时常拢会有这种的贪求，所以时常拢在违反菩提心。下边佮讲第二种的违反，就是使众生不安。做任何使众生不安的举动，拢是违反菩提心。咱前面讲菩提心含有大慈悲，愿意使一切众生拢安乐，所以任何使众生未安乐的心念、言语和行为，拢是违反了菩提心的慈悲本。譬如讲，咱杀害众生、杀鸡、杀鱼，对使因真不安啊，甚至咱想要累死狗呀、怕死甲蛇帮啊，拢会使因真不安、未安乐。甚至咱甲一个鸟仔兽搬煞位，使鸟仔飞倒转来时，找无伊的兽，伊嘛会真艰苦、真不安。以前有一位修行人，身躯生白色，伊好白色夹着一疼一痒，一气着大概抓起来，等去涂骹。当伊甲白色等着去涂骹时，伫寺外面打坐一位高僧，伊就化一声讲：“拜上佛祖。”大家听到感觉真奇怪，这位高僧就跟大家讲，那只白色和那个人等一下拔断道边第三只脚，在那哀哀叫。那只白色也是佛所怜悯的囝，伊拔断道边的脚，在那叫苦的声音，在正着天理通的佛菩萨高僧听起来，是如同打雷同款，非常大声。这位高僧讲，若不信恁大家去看，就当知影。大众听伊安尼讲，半暝就举灯火去看，果然伫涂骹发现迄只白蛇，倒边第三只脚真正断去，底下咧拍喷，真歹叮当。这位高僧的心真静、真安定，
所以伊可以听到真远一只虫爬断脚的叫声。伊知影这种把虫抓起来食的动作，是会使众生真痛苦不安的。但是咱凡夫的心真粗，搁真乱，体会不到众生的不安和痛苦。咱敢若知影，家己若是车祸摔断脚，会真痛真艰苦。但是袂当去体会众生互咱摔断脚，伊嘛是会痛苦不安啊。所以咱才会去做一挂粗鲁的举动，互众生痛苦不安。一切众生拢是佛祖，在佛的目睭看起来，拢是平等的，拢是需要慈悲的。因的苦拢是佛所怜悯的。咱互因不安，就是违反咱的菩提心。有人会讲，目屎先甲我夹，我会疼，才会甲伊抓起来摔啊。咱想看卖，咱遮尔大心的一心人，互遐细只的目屎小夸夹一下，小夸一疼，就袂记哩菩提心，甲伊等去摔断脚。这种的报复行动，敢袂想过分？如果你那是坐公车，无小心打到人的脚，打到一下，对方就把你抓起来，摔去公车外面，和你摔断脚，你一定真不服，感觉伊足无理，根本是流氓，甚至你会去告伊。同款的情形，和咱摔出去的虫，伊嘛会去向佛菩萨告咱，告咱真无理。一只目屎也是帮阿家人，伊也毋知影咱是什么人，伊只是八道腰，或者伊根本都毋知影咱是什么呀，伊只是无小心甲看卖咧，甲看是一只一只白，咱都无欢喜报复伊，甲伊摔断脚。严格检讨起来，咱这种的心不但是违反菩提心。含佛无相应，无共款。根本这种心，得比目屎妄爱心搁较歹，搁较低级。会使讲，这是一点向三恶道去的心。咱若是无用心去关照，可能会感觉讲，伊加我属于这哪有甚物唔对呢？你若是真爱去出世做三恶道的帮堂，这种的心当然是真对啊，一定会让你不愿去三恶道的。如果你决定要去三恶道，也没人敢说你不对。但是如果你若是要修菩萨行，要成就佛道，用这款的心当然就不对啊。这是咱讲到菩提心，顺便来做一个检讨。如果今仔日医生宣布讲你必须爱开刀，相信你一定会烦恼不安，因为家己吧未予人太挂，总是会惊。同款的道理，动物未予人太来吃。一定嘛是真不安，所以食肉会使众生不安，因此是违反菩提心的。在往生西方的条件，看起来表面上并不讲未使食肉、爱食素食这款的文字，但是因为咱贪爱食肉，就一定会使众生不安，就违反菩提心。所以含佛心无容易相应，用违反菩提心的心来念佛，当然就较无容易含佛相应。而且讲起来，
性原型的形也不够精彻。一边爱念佛，一边又爱吃肉，这已经就是两款心了。当然念佛就不容易一心。咱搁再举例讲，大部分的人厝拢爱装铁汤，出门拢爱把门汤锁好，都是惊物件碰起，惊人来偷得侵犯。大家拢足惊找无物，所以如果无先征求人的同意，就随随便便把别人的物件摕来用，或者该搬刷位。互人找无，去烦恼不安，这嘛是使众生不安，这拢是违反菩提心的行动。如果有人真粗心大意，做代志拢清清采采真糊涂，凡事不时的出差错，无管教。不但不专心，甚至拢无用心。安尼，咱含伊做代志，是毋是会真不安呢？譬如讲，有人若负责兄弟，都兄甲白吉吉，嘴拢笑打起，连地果拢笑甲红起，伊嘛犹阁毋知。伊若是负责管会，咱是毋是会不安？反倒伊毋知，会弄甲火灾无？所以讲做代志无用心、无负责，这嘛是违反菩提心的。搁再譬如讲，以前我伫病院做医生，曾经遇到一挂较粗心、做代志清清采采的工作人员。伊配药也是看药名、看分量，拢凊彩看一下。有时药啊会摕唔到奖，有时分量会看唔到差十倍，有时会甲某家药啊摕去互某一，病人需要注会时，注会血型一定爱对爱正确，但是有诶工作人员在那看病了，那做工课，那含人讲话无专心。结果血型看了唔对，一注可能就会害死人。你别讲伊歹心害死人，伊是无甚物严重的恶心，只是伊的习气散散斑斑、糊糊涂涂。一眼若看唔对，血型 A 型看作 B 型，就会害死人。我相信。如果今仔日病人是你，遇到这种散散斑斑、搁糊涂、一疑惑人员，你一定心内会真不安。我做同事的人嘛真不安，不时拢爱真谨慎，对后壁去检查伊所做的工作，看伊入别个病人做的下药是毋是入了掉，提好病人吃药啊是毋是提了掉。有家咱就可以了解，如果咱做事不用心，真散漫凊彩，就会使众生不安，这就是违反菩提心。所以咱不好轻视任何一件大事，养成家己凊凊彩彩、散散漫漫的习惯，这种的习气养成，就会使人真不安。所以众生不安，都是违反菩提心。咱唔通小看任何一件小代志，做任何事的态度，拢和咱的菩提心有关系。做事不练习用心观照，都未当开发出观照的智慧，这嘛是一种的固执黑暗。用固执黑暗的心态，是要安怎合佛相应呢？如果咱家己时常安尼
糊里糊涂出差错，替人办代志嘛，清清采采，使人拢袂安心。以后因果回报倒转来家己身上，可能就是会去遇到真糊涂的人，使人真不安。譬如讲，人破病提药啊，给人家提唔到啦，帮咱煮一个菜，得煮个草花刀、咸豆花，和咱无糖食，阁爱露点啦。所以，咱平常时静音的时，爱真注意，做代志爱处处用心管教，才袂违反咱的菩提心，障碍家己幸福，买障碍众生。平时健康的时，得好好多多的人；临病中的时，要忽然间清澈明白、正念分明，这嘛不容易。所以咱平时得爱注意，用清澈明白一个性，这才是不违反菩提心。有的人真爱食薰食酒，食薰使空气不好，也使众生使离酒的薰伤害大众的身体。一个人在食薰的时，可能边的人拢真不安，所以食薰虽然是小夸大志，也是违反菩提心、违反慈悲心的。一个人若是饮酒去开车，规路的人拢会增加危险和不安。饮酒去办代志，嘛真容易出差错，会使人不安。所以饮酒嘛是违反菩提心。咱想看卖，如果医生饮酒饮个半醉，替你开刀，你敢会惊？以前有的外科医师去给人请。请完饮酒以后，半暝来开刀。我若含这种饮酒了的医师开刀，拢真担心，拢爱一直念佛，求佛加庇病人。我真惊医生饮酒失手挂了唔着，去害着病人。所以饮酒嘛是违反菩提心。如果有人规天面黑黑，眉头结结，用真无好的表情和咱生活作伙，和咱讲话，咱是不是会感觉真不安呢？所以咱都爱了解，咱家己若和人无好的面色和表情，也是会使众生不安，这就是违反菩提心。咱搁再体会，如果有人真够嫌东嫌西，咱为做代志时，是毋是会感觉真不安呢？所以咱若是嫌东嫌西，别人嘛是会感觉真不安。使人真不安，就是违反菩提心。因此，咱生活上一个嫌东嫌西的习惯，也是违反咱的菩提心。这不使无注意，不使无检讨。如果咱有病苦、有灾难的时，人对咱无体谅、无慈悲帮忙，咱是不是会感觉真艰苦不安呢？所以别人若是有病苦、有灾难的时，咱无尽心去帮忙，就会使人不安痛苦，这就违反咱家己的菩提心。如果有人真爱受气，时常讲气话刺激咱，或者是真嫉妒咱，对咱讲一挂嫉妒讽刺的话，或者不好意提起咱种种的缺点，咱是不是会感觉真难过不安呢？所以反过来讲，咱若是甲人讲气话
意气用事，也是向人讲计较嫉妒的话，或者向人讲一挂体贴人、予人真歹势话，拢会使人不安。这嘛是违反菩提心。如果有人故意欺骗人，或者伊为了保护伊家己，唔爱受责备，就对咱无老实欺骗人，咱是不是会感觉真伤心？以后含伊相处讲话，嘛会感觉不安，唔知伊所讲话有实在，也是不实在。所以当忘记讲一句白贼话，对人无老实，就会使众生不安，这就是违反了咱家己的菩提心。搁譬如讲，咱若是无注意礼貌，暗时无急事，真话搁打电话予人，予人半暝听到电话声惊一跳，人到的囡仔惊到就开始骂骂哭，规暝拢袂安。像安尼，虽然只是打一通电话而已，也是违反菩提心的行动。咱爱知影，菩提心这种名词，唔是要予咱口头念欢喜的，是日常生活真正处处爱发心去实行出来，处处爱替众生设想。做一件代志，无用智慧去关照众生的需要，无去了解众生的不安，这就是在违反菩提心，含糊如理如远。咱爱了解，代志并不是做如济如好，如果是违反菩提心的代志，做如济是如歹。上面是咱记得讲，第二种违反菩提心的情形，就是使众生不安，使众生不安乐。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，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，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。达到无我的空性，达到慈悲利益众生，更要随时收看，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护持三宝。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慈悲置业花莲中心举办起见三天消灾超见祈福法会，礼拜三千佛明经，点灯供水护生药供及甘露施食，恭请法务三众共同领众。日期3月18日星期六至3月20日星期一，时间上午8:30开始，地点花莲中心花莲市建国路160号，电话03-831-1673。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。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3月28日星期二上午9点举办清明孝亲报恩超度法会，礼拜慈悲三昧水忏。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。3月29日星期三上午9点举办中风三十系念法会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。3月30日星期四上午9点半佛学讲座暨佛前大供，13:30盂伽堰口超度法会，恭请慧泰法师、慧亮法师、广护法师共同主法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，电话03-989-9319，03-989-9319，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。
同沾法益共沐佛恩。疫情期间参与共修，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。三种方法可以守护觉醒的心，守护它有如守护一匹野马，应该毫不散乱地调伏它。同样的，瑜伽士应保持不散乱，不离开见地的自信。守护它有如守护珍宝宝藏，除非你努力保护它，否则易遭盗贼窃取。同样的，瑜伽士为了不让三摩地易失，应保持不受昏沉与调举的损伤。守护他有如国王守护皇后，如此人们无法伤害皇后，因为他们已经都成为皇后的子民。同样的，瑜伽士应保持不受念头伤害，因为他已经了悟一切现象都是心。有三种方法能令觉醒心增上。增上觉醒心有如空屋中的窃贼，窃贼离开空屋，因为无物可偷。同样的，当粗重或维系的念头升起时，瑜伽士应该观看他们，然后只是安住。增上觉醒心有如空中云朵，天空中形成的云会自行消失，同样的，应该留待念头自行消退。增上觉醒心有如用咒语解毒，知道解毒咒语的人能够不受那个毒的伤害。同样的，拥有口诀的瑜伽士以见地摄持一切事物时，能够体验一切皆为本觉。吃素的心是快乐的，护身的心是感动的，念佛的心是平静的，护持的心是感恩的。生命电视与您。